人到中年和以下几个人走得太近是一场灾难。正所谓距离产生美，人与人交往失去了距离感，就会把对方的缺点看清楚，还会不断放大。不管别人对你多好，都要控制距离。很多人好的时候可以一个鼻孔出气，可以穿一条裤子，闹矛盾的时候可以翻脸不认人。失去了距离的人际交往其实是互相伤害。人到中年，为了赚钱和事业发展，难免要和别人打交道，无法做到真正独来独往，因此把握距离是中年人的必修课。人到中年和以下几个人走得太近是一场灾难。第一，和自己的爱人走得太近，容易互相伤害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结婚生子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夫妻是有缘分的人，也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人，想要保持距离都很难。总有一些人认为夫妻之间不应该有距离，彼此都需要做透明的人，可是夫妻距离太近了，就会产生很多矛盾。Thank you.
你就会被他的言行感染，也会养成乱花钱的习惯。人到中年不努力存钱，以后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难。有存款才是做人的底气，简单的生活才是福气。其实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没得选择，那就学会与人保持距离。与别人保持了距离，别人就无法伤害到你，关键时候还能抽身而退。人到中年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和认可，但是不能盲目依靠谁。在社交场上，你的价值就是你真正的人脉，不管和谁交往，不合适的圈子无需强融。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